厉害了！哎，你跟鱼拍个照，你跟鱼一起拍个照。啊，你轮到你了，轮到你了，是这样拍吗？拍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让爸爸给弄下来。现在。你当然活着了，你觉得？你觉得我还有了？好吧，好吧，好，哎呦，长城，现在轮到你上了，你跟妈妈上吧，你就你抓一个，你抓一个咱就撤。我要抓。哇塞，好吧，好了，今天双鱼，现在是两条红鱼，你也有鱼啊？我发现这个船你们家是女生比较旺。女生比较旺，女生比较带财啊！哟，这俩活鱼很好啊！我看着那两条鱼在那游。要走了的话，这条鱼就没了。好的，这可没走。待会儿吃了。待会儿吃了，养着不要走。我查的是鱼苗不？这不是鱼苗，没事没事，咱付的钱。我说了，跟说好了，这抓的鱼都付的钱。别动啊！哎，不对，我这弄错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有。天哪！来，发表一下获奖感，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，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来。怎么这样来的？你得帮个忙，你小心点啊啊！我那桶呢？没桶。哎，等等，我是想勾到了鱼。确定是鱼啊？确定是鱼？这个勾鱼。确定？哎呦，好像不是鱼是吧？哎，干了，没了，都素着。祝你半个小时的。咱付个费，是吧？啊？我说咱可以付个费。是啊，我觉得他那个比较专业。对。咱也去抄地来一抄。哇，哎呀，这个大鱼啊，这个安哥又钓上大鱼来了。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安哥这个厉害了。快，我们去看看安哥钓的，你看安哥怎么钓的。哎呦。天哪，这也是个大鲶鱼，肯定。快，对，我们去看看安哥钓。两大鱼饵啊！哎 ，Let's go！ 哇塞，他钓了，哇塞，这条这是哇塞，好大哦！哎呦，好吧，厉害吧？哇塞，这么哎呦呦，小心，这烫到手啊！哎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多大了吗？哇塞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哇塞。安哥好厉害啊，毫无意啊，第四条是吗？哇，这个可以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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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哇，这都可以，好吧，风大友，你要跟安哥学一学，请教一下。跟安哥学啊？啊，请教一下。没有收你学费啊？没有学费的，对。你跟安哥学一下。不要收了。哇塞，好吧。哎呀，哎呦，啊，需要这个。没有，它太重，等一下先断掉。哦，还是勾。哇塞，安哥厉害啊！他的安哥好本领啊，这么大鱼，好吧？哇塞！哇，冯大勇，你要假装你钓怎么这么大？哎呦，好吧，哎呦，好吧，哎呀，厉害！这条最大的是吧？今天钓的。太阳高。哎呦，哎，二，你要过去摸一下吗？这条鱼。没事了，摸一下不要紧了，它不咬你的了。你看这样子，不要摸这边，你摸这里，没事，可以摸的，可以摸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咬你的。跟他拍一张照，要不要？过去，可以给你拍张照，要吗？他不要了，算了，不要了，他害怕，有点害怕啊。太大只了，哎，太大只了，这哇塞，这也很少见是吧？这要长多少年这么大只？应该两年、三年啊？三年长这么大？没有的去了，有的去更快，是吧？长这么快啊？哇塞，好厉害啊！冯大勇呢？过来跟安哥学学怎么钓鱼哦。比你的腿还大。哦，是啊，比他腿大。有这条有三公斤有。三公斤是吧？好的。好吧。哎，厉害！好，厉害！哦，没有十分钟是。